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小文汽车。车主们去加油站都有专业人员服务。众所周知，加油站的收入都很高，但是加油员的工资可没有想象的。为啥加油站工资2000多却没有人愿意辞职？加油员说，我们可不傻。其实啊，加油员的工作内容比较简单，只需要简单的培训之后就可以上岗工作，每天重复给汽车加油和登记就行了。而且呢，上班时间都是上一天休息一天，每逢节假日的福利都比较多了。加班呀，不仅有加班费，还有节日礼物和补贴，对于很多人来说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虽然工资一般只有2000多，但是实际收入除了加油站加油，还有很多推销活动可以拿到提成。当然还有推销办理油卡也可以赚到一些外快。最后就是老员工的升职机会比较多，工作几年后呢都能得到一次提升的机会。综合以上几点，加油员的工资也不低，所以啊，很多加油工表示，我们可不傻，干嘛要辞职呢？其实啊，任何职业都值得我们去尊重，去加油时车主们应该给予一些理解，不要一直按喇叭催促加油员。对此呢，大家有什么建议和看法，请在下方留言评论。想了解更多汽车知识，记得点下关注哦。